我头次碰到这么能耐的，这么能耐的，佳美啊，把我干没电了。你王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王哥都放弃了。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这是阿丽英，我算看明你那摆事方式，就是往出咔咔送钱呢。我想知道你这咔咔都送出去多少，连个就像打水漂，打脸还能听个响，你就听不响，连个响都听不着，我咋想的呀？临机的人给你解释解释啊，我跟你解释。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，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。我怎么理解摆设这些东西呢？就算打个比方，我给你拿钱了，你今天不给我，以后你总有一天得给我吧。就算你不给我了，我叫你朋友了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小伙伴的短片，一起来看。